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天津卫视群英会。玩摩托车也好，汽车也好，一定要安全第一。是的，是的，是的。您的姓名？肖兵。肖兵，籍贯山东。山东。年龄？31。31。结婚了吗？我要结婚了，来你这干嘛？就张思雨那小伙子，真心不错，1.8米大个头，小胖脸圆乎乎的，看着可有福气了。哎呦，丁老师，就您说完甭说听听，我都想嫁他了。那接下来咱们听听思雨的相声，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优点之一，让他展示一下，好吧？接下来舞台交给梁元思雨，有请两位。感谢啊，感谢大家的掌声。没错，您看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听相声。对呀，有的朋友就有所疑问，就是这个相声的定义是什么？哦，真有这么问。其实我觉得大家呢也不用去麻烦的去说查查资料啊，不用了。那怎么办？我就可以给大伙儿做出解答。哦，您能给解释清楚？相声的定义啊，其实非常简单。是吗？两个字呢就可以概括。哦，哪两个字？相声。哎呀，怎么样，是不是感慨我的解答？不是，我又浪费了1分钟的生命啊。干什么呀？你这说的不都是废话吗？哦，相声的定义是相声，你不如门口那个爸爸的爸爸叫爷爷。我这可不是废话。您这还不废话？我的意思是说，相声的定义就在相声二字当中。这怎么讲啊？哎，相貌之相，声音之声啊。是啊，用这个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再加上丰富的表情去逗乐观众啊。这么说我能理解。哎，我这个语言表达能力我觉得我还可以啊，比较强。哎，因为我打小呢就展现出了语言的天赋啊。哪方面啊？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就是我们学校广播站的那个广播员。这也没什么呀，这我小时候也干过。咱俩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我上小学的时候，为了照顾国外的朋友，我进行这个双语播报。哦，这听的是挺厉害的。那当然了。哎，要不借着今儿的机会，您把您小时候那个场景再给我们展示一下。我展示，主要听我这个嗓音啊。行。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哎，还挺有磁性的。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希望大家都能度过美好的一天。还真不错。接下来注意我的发音，我们一块听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哎，今儿这个天是真好。哎，我祝愿你别住院了。你不双语播报吗？对呀，双语啊。你哪双语啊？中山双语啊。那不应该是中英双语吗？你这怎么照顾外国人呢？你看，那你就是不了解我们学校的情况了。哦，你们学校的外国人能听懂山东话？我们学校没有外国人。那你照顾谁去？没有嘛，我照顾他们，我别说了。你呀，你这根本不怎么样，就您这水平还再不是。再者说，是我是说山东话，你得看我是哪儿人呢。哦，我把这点忽视了。您是哪儿人呢？我山东人。我再跟你聊天，我是这个。你山东人不说山东话，你说哪话啊你？你这个人你行，你语言表达行。哎呦，你行，你说，你来，你说。你说这人着急了。这人你说，我这认知很准确。语言表达能力可能赶不上在座的相声演员。哦，但是相貌之相，声音之声，我这个表情非常的丰富。你表情丰富。对，那这个我能考一考你吗？啊，您随便来啊。会笑吗？笑谁不会呀？笑的种类非常多，都能表现出来。您随便问啊。你来一个小姑娘害羞的笑。小姑娘害羞。哦，来一个大爷爽朗的笑。小伙子憨憨的笑。狗见了骨头的笑。干什么？我让你学狗笑，不是让你学狗蹬腿。你说那话，狗会笑吗？狗怎么不会笑？你给来学个狗笑。狗问狗。哎呦，你是真狗啊。你说谁真狗啊？你那是笑，你那不摇尾巴吗？你看人家狗表达开心，人就这种方式啊。我告诉你，你就是强词夺理。没想到您还真行啊。基本的没问题。有一种笑我觉得你可能就差一点啊。您说哪种吧？微笑啊。这有什么的呀？嗯，不就是
微笑吗？那不，我说的不是这种微笑。那您说的是？我说的是咱们服务行业的朋友在工作当中这个微笑服务，这个不好来。这也没什么的呀。因为你指不定会碰上什么样的人，指不定会碰上什么样的事儿，但是你还是得保持微笑。哎呦，我觉得我这一样没问题。没问题，可以。那咱们表演一回。好啊。好不好？你这样啊，你就好比是一个地铁问询台的一个工作人员。哎，我是个问询。我呢扮演5000万人。哎，咱们交流。哎，咱们不要再交流了。干什么？现在这个地铁流量都这么大了吗？5000万人。咱能一对一交流吗？一对一交流是吧？行，咱开始来一回啊。您好，哎，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你怎么不笑了？你愣等我是吗你？你废话，我等不等你，你得笑啊！您见过有这样吗？哦，跑问询台一句话不说，就等我不笑是吗？你对呀、啊，你不得有交流吗？咱不有这眼神交流啊？谁要眼神了？来点语言交流。语言交流。语言交流。叔叔您好，这还是位小朋友。哎，小朋友你好，有什么可以帮到你？那个，我有问题想问您，但是您那个地铁问询台太高了，我看不着您，您能把头探出来一下吗？没问题，你说。哎，叔叔，您怎么不笑了？我有点害怕了。您怕什么呀？我怕走火，我怕什么呀？我怕。没事，我这是呲水枪。你跟谁玩的？干什么呀？你别老这样行不行？咱是不是有语言交流了？你这语言交流还重要吗？你来一个成年人行不行？别这么来呀。那怎么着？您得来一成年人行不行？成年人是吧？成年人。行，再来。啊。哎，您好！哎，您好。那个，我麻烦问您一下，就是从咱们这儿到这个古文化街得怎么走啊？哦，您从咱们站坐地铁坐到长虹公园站啊、嗯，然后转2号线坐到东南角站，然后下车，您步行一会儿就到了。那从您这儿能买票是吧？啊，从我这就可以买。哎呀，老公，咱要不还是打车去吧？你这个地铁它还得转线，打车多方便，一辆车就到了。对，你看你这个人就是不会过，地铁那多便宜啊！哎，我问问您啊，哎，您说那个这个从这儿到那个古文化街那地铁得花多少钱？哎呦，就4块钱，得4块钱。哦，那我觉得还行，是咱还是坐地铁吧。哎呀，闺女啊，你是真不会疼个人，你看看我刚才听说还得步行几步，这我这老胳膊老腿要是远了，我可走不了。对呀，老公，你问问这个要是太远的话，咱们还是打车去吧，一辆车就到了。哎，我问问，哎，你好，你好，这个就是从那个地儿下车之后到古文化街得步行多远？哎呦，那大概可能有900多米。哎，得900多米。哎，那我感觉还行。哎呦，不行，900多米我可受不了。老伴儿，你少说两句啊。啊。干什么？出来旅个游，你怎么那么的事儿呢？哎，爸，您可别说咱妈，咱出来旅个游不就为开心吗？我觉得还是打车好。哎，那我觉得坐地铁好。我觉得打车好。我觉得坐地铁好。我觉得打车好，一辆车就到了。你们一辆车坐不下。你怎么不笑了？这会儿这事儿还重要吗？你看你微笑服务啊！哎呀，微笑不微笑服务，我已经不关心了啊！我就关心你们到底有多少人？5000万人呢！我去你的吧！梁二思雨的很多相声都很接地气啊，今天这一段是有感而发吗？怎么样创作了这么一个节目？因为我媳妇儿是地铁的工作人员，哦，他们这个客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哦，他当时就是在这个客服里头嘛，然后有人来充卡，这人有洁癖，那个您把卡交，都别动，拿出一棍儿来，1米长的棍儿夹着，然后拿过去，然后递回来说别动。太家伙了，我的天哪，真是，就这种人感觉就是这种人很常见，对于他来说可能形形色色的人都会遇到，所以有些时候真的要去体谅他们。说到这个操不完的心啊，之前说了这四平是爱操心的，是是，而且据说你最近操心操大发了，哎，都操到外星去了是吗？是有这个考虑的方向。哎呀呵，真好啊。那接下来我们听听怎么给外星人操心好吧。舞台交给四平、许健，有请两位。感谢您的掌声鼓励，今天呢，相声演员许健，哎，是我。都说这个相声界数你精得多见得广，哎，
不敢那么说啊，就是去的地方多了点儿。问你个问题，哎，您说，见过外星人吗？没有。完了。你见过？在哪儿见过？就是美食杂志上。哦，不是，你给外星人炖了是吧？炖了干什么？美食杂志上有个专栏，上面记录了外星人的消息。哪个专栏啊？就是笑话专栏。嗨，那不就是个笑话吗？哎，他当笑话说，咱不能当笑话听啊！你谁让咱研究这个呢？那你研究什么的？我就是研究这个星人的。啊，不是外星人的。啊，你吓我一跳啊！你，哎，你研究这个干嘛呀？干什么好？一点危机意识没有啊！啊，还没得下信儿呢。什么信儿啊？什么信儿？啊，外星人要来了，地球不安全了，你们人类这回悬了。哦，合着你不算人类是吧？我马上准备移民外星球。行，你快别说了，满嘴胡说八道。现在这社会上就出来那么一种人，危言耸听，造谣臆想，唯恐天下不乱。你就是这种人，知道吗？您看了吗？好心好意的提醒他，舔着这发面饼的大脸。谁呀？我这是告诉你，地球不安全了，赶紧找地儿躲躲。你冷嘲热讽，你哪儿啊？地球就不安全了？你这不注意观察，观察什么呀？没发现吗？啊！我问你，为什么北极冰川融化得越来越快呀？啊？为什么太阳黑子越来越活跃呀？啊？为什么木星风暴越来越肆虐呀？为什么听相声的越来越暴躁？你这天上一脚地下一脚不行啊！这个，这就是地球在给我们提醒呢。提什么醒啊？地球说了，怎么说的？俺快不行了，你们赶紧找地方搬家吧。不是，这地球说话怎么这味儿？地球就该这味儿，不光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得是这味儿。哎呦，我刚知道这银河系祖籍是河南，所以我才决定带领地球上的有识之士移民外星球。啊，行。走，赶紧去啊！去不了。哎，怎么又去不了了？你琢磨呀，啊，人家外星球也有当地的原住民呢。哦，就是外星人。对呀。啊，我们过去是不是相当于占人家地盘？哎，是这么个理儿。你想啊，人外星人在自己的星球上，人家脱一光膀子坐大街上正撸串呢。啊，前面摆着什么啤酒啊、生蚝啊、烤韭菜、烤大腰子，腾腾的冒着热气。哎呦，这外星人体格也够虚的。这时候我领着地球人过去了，我说，嘿，你们挪挪窝，这地儿归我了。我估计他们心里多少有点不乐意。那肯定不乐意，怎么着也得把那杯中酒干了。对呀。什么就对？外星人也撸串是吧？我这不给你打个比方吗？当然了，这个比方不是太恰当了。哼，太不恰当。对呀，外星人不能撸串。就是他得吃烩面呢。对呀，这银河系都是河南的。你看，我这个意思是跟你说什么呢？啊，说什么？就是我们如果到了外星球啊，那少不了跟这外星人有一场星球大战吧。对呀，那时候咱地球人的科技是不是人家对手？不是，能不能干得过人家，这你都得考虑。哎呦，一天到晚你都考虑的什么呀？这都，我这脑子就琢磨这事儿呢。哎，就为这事儿，我是吃不下饭，我也睡不着觉。我天，满脑子都是外星人，可是这外星人在哪儿呢？哎呦，他都魔怔了。那天早上起来，我碰见我们邻居大妈了。哦，是。我把大妈叫到墙根，我说：“嘿，大妈，您能告诉我外星人在哪儿吗？”啊，大妈看看我。哦，13点。他走了。那是，我说好啊，谢谢你。不是，你还谢谢？哎，他不告诉我了吗？外星人在13点那个方向。什么呀？人家骂你了，说你缺心眼儿，知道吗？那我不理他，我没羞没臊。骂我的人多了，我都当真的听，我多累呀！哎呀，想得真开呀！我就按他说的这方向我找去。啊啊！我这找了一天。哦，是。呵。这一天呢，从车站到码头，从广场到商场，我是逢人就问，遇人就打听，没有一个人知道外星人在哪儿的。谁能知道这个呀？哎，后来
我误打误撞进了一个相声园子啊，那儿有个说相声的，他说他知道哪儿有外星人。那你赶紧问问他呀。我问了啊，他说不能白告诉我。怎么着啊？要让我支付1000块钱的信息费。你给了吗？给了呀。给了呀。给完了再找这人就找不着了。你看看，我想了半天，他是不是骗我呢？傻本本那就是骗你的，知道吗？哎呀，你说你一个说相声的，你干嘛欺骗我一个苦苦寻找外星人的有志青年呢？不是你不要寻找了，你就是外星人。什么意思？地球人谁能相信说相声的呀？赶紧回家吧啊！我这在外面累了一天，回到家里，我那倒霉媳妇儿也不给我好脸。不是你媳妇儿怎么了？老马介绍那工作你去了吗？我说我去了。啊，是。怎么样啊？啊。不怎么样。怎么不怎么样？他说他们公司不适合我。为什么呀？他说他们公司没有外星人啊。哎呦，我媳妇一听这话，当时火腾就起来，那能不着急？指着我鼻子就开始骂我、啊、那你还有脸回来？哎呀，好，工作找不着，钱挣不来，整天什么外星人啊外星球，有个毛线用啊？就是，听见了吗、啊、听见了。怎么了？哎，女的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啊。你真应了那句老话了啊。哪句啊？你跟家庭妇女你也聊不出三体来。这什么老话啊？这干脆我给他来个死鱼，我不张嘴了，我不理他了。我媳妇一看我不说话了，呵，来劲了啊。是，指着我脑壳顶上这个旋啊就开始数了我、啊、你吃饱了撑着，你闲的难受，你没事找事、哎、你干。你有几个旋儿？十来个吧。那你这不是旋儿，这是你是斑秃啊你。反正他骂我骂了1小时零15分钟。哦，还有心情算时间呢？哎呦，那唾沫星子溅的我这头发根都湿了。哎呦，你媳妇是个花洒呀、啊、合着。骂累了，他一扭头进屋睡觉去了。啊，是。我扫眉大眼的跟着屁股后的也进屋了、哦、也进去了，往他旁边一躺啊、嗯、听着我媳妇这个呼噜声此起彼伏，我这心里别提多难受。不痛快了。你说我研究外星人怎么没有一个人理解我呢？哦，是，别人不支持我也就得了啊，我媳妇儿也不支持我。是呢，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劲？不，你想怎么着啊？干脆我死了得了。哎，你可别想寻短见、啊、我一咬牙一闭眼刚准备咬舌自尽、啊、哎，门口有人敲门了。我还够巧的。出来开门那么一看啊，这站着一外国老头。哦，是，冲我咯咯直乐。这老头你好。嗯，我是国际上著名的科学家啊、哦、我叫詹姆斯吴老二。哎，什么名字这是？哎，名字就是个代号。哦，是啊，我研究外星人好几年了啊，今天在闲鱼上听说了你的事迹。哎呦，这外国科学家也卖二手货。我们马上准备去外星球考察啊、哦、你有空吗？跟我们一块儿热吧。哎，什么叫惹惹就是掺和。哎呀，这外国科学家也听钓鱼啊，可是。我这么一听、哎、这么快就去外星球了吗？那是啊。我的梦想这么快就实现了吗？差不多了。不成啊，我得问清楚了。你问什么呀？这别是干传销的、啊、我说咱去哪星啊？对呀、啊、我们用放大镜看了啊，离这儿20光年有个泥星。哎呦，这是什么科学仪器呀、啊？这是到那儿肯定泥啊，你就泥了就。我一听，这是个机会呀、啊。嗯、哎，让你说我去还是不去？听我的，你别去，这都没影的事儿、啊。这都，我得去啊，还得去啊。在梦想面前呢，你就得大胆、果断、勇敢。哦，是啊。不过我有个条件啊，你们稍微等我一会儿啊，我进去收拾行李去，顺便跟我媳妇儿告个别。哎，对呀、啊。嗯，来不及了啊，宇宙飞船在外面打着表等你呢。那甭问了，宇宙飞船安顶灯了也。我这么一听，这还是急茬啊。急活罢了。对，算了啊。大丈夫，你不能纠结于儿女情长。哎，那倒是。大丈夫岂能够老死闯子间，睡过马和过时担心报过还。我把那长江当提炼，信手书卷那绿瓶船啊，东风起烧战船，应笑我波佛苍苍捉仙片，烈火更捉我英雄单薄万的一秒谈笑无尽。你有
唱那功夫都跟你媳妇告完别了。我说走着，走走吧。出来这么一看，嗯，太好了。怎么了？这点不佩服吴老二他们不行。啊，怎么了？人家这个科技可太发达了。是吗？这宇宙飞船看着就高级呀、啊。哎，那宇宙飞船什么样的？就是一个真皮的座椅呀、啊，下面俩轱辘。哦，轮椅呀、啊。轮椅干什么呀？轮椅你得推着走。对呀、啊。这不用啊，一按电钮就动。这不电动轮椅吗？那依着你呢。那外星飞船不是这样的啊、嗯，个儿大，后屁股能喷火，知道吗？那个这你就外行了啊。这个小的能减小摩擦力，哦是，这提速快，哦一溜180迈。哎呦，那可别上高速啊！哎，我往上一坐，一摁电钮，噌就走了。哦是啊，天空当中就留下我的回声啊，我还会回来的。动画片没少看的，他是飞了大约有这么一套煎饼的功夫。哎呀，这是什么计量单位啊？终于来到泥星了。哦，到了。飞船缓缓降落，我一看，呵，哎、这个地方也太泥了、哎，全都是沼泽呀。都是啊。我问吴老二，我说这个地方怎么这么泥呢？是，这个地方太水了。哎呀，这地方又泥又水呀、啊。我们趟着水呀、啊、就往前走。哎，前面是豁然开朗啊，一个外星人的基地映入眼帘。哦，那基地是什么样？哦，就是一个像碟子似的这么一个装置，倒扣着。哦哦，这就是那传说中的飞碟吧？差不多啊，方圆有这么十几公里大。哦，是。我们走进去一看，是个很深的屋子、哦，一个一个的研究区错落有致。是。每个研究区还配置一个操作台啊，操作台上摆着什么黄瓜、辣椒、哎、土豆、西红柿、圆白菜。这不菜市场吗？这哎、啊，野卖活鱼。对呀、啊，你到了水产区了，这是。后面站的都是外星人、哦、全都是大脑的小细脖，眼大嘴小，嘬着腮啊。这个吴老二到底是老干家，怎么意思？一看这外星人主动跟他们打招呼，他会外星语。星太啦请进哎，高耸论琴太啦扁道切的黄瓜切冬瓜买大海切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南来牙里香椿来嘴来好韭菜。这不卖菜的吆喝吗？卖菜的吆喝干什么、啊、到了泥星，这就是泥星语、啊、你好的意思。我说个你好那么麻烦呢？对了，外星人也给我们回复了啊。是大了马的官人哎，套在了外边肉、哦、没有袖子那是坎肩喽。哎，你也会这泥星语啊？我也泥过。对对，他们当时就这么回复的。哦，是、啊。我一看这情况，我不能闲着了啊，我也得表示表示啊。你怎么着啊？我虽然没到过泥星，我还没看过群英会嘛。哎，我往前一站，我就给他们背了个报菜名、啊、我蒸羊羔，蒸熊掌，蒸鹿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啊。背完了再一看对面这外星人 啊，给我连鼓掌再叫好。哎呦，这帮外星大观众啊，这其中有一个女外星人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啊，是吗？估计是看上你了。我一看这女外星人长得还不赖，是吗？呵，这个细眉毛、大眼睛、骨鼻梁、小嘴还挺好看的。不是，我有媳妇啊。对呀，她冲我这样啊，非礼勿视啊。没错，我不能这样，绝对不能、啊。我当时是面沉似水，应该的。好嘛，你这水都快开了呀！这我们俩正眉目传情的时候坏了，怎么了？人家本主来了。哎呦，一看我们俩这情况，当时气得脑门都绿了。我变腊八蒜了，从怀里掏出手枪，扣动扳机、啊，啪，奔我就打过来了，开枪了。但只见一颗美丽的小子弹，紫微微，蓝娃娃，青虚虚，五沉沉，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奔我面门而来。哎呦，赶紧躲呀！我当然得躲了。对，我当时给他来个缩梗藏头，躲过他的子弹。好，哎，电不宁要蹭，我就窜到这外星人跟前了。不是，我一把把他手枪的枪头攥住了、啊。我说你把手枪给我，你给我，你给我。跟他躲，躲了三把、啊、没躲过来，我媳妇抡圆了给我一嘴巴。大半夜的不睡觉，你揪我鼻子干什么？做梦呢。哎呀，这是特有想象力的一个作品啊。包袱都很好啊，但是四平啊，嗯，我得给你提个意见啊。您说，你其中这个包袱是不是若有所指啊？哪个呀？什么叫没去过泥星，还没看过群英会啊？
以后把这个改成其他的相声节目啊。那行嘞，沾着泥星的跟我们没关系，我们每个作品都挺火的啊。是是，杰冰老师，您能理解这泥星是什么意思吗？这个我暂时还没。这个我给您揭秘一下啊，这个我们相声演员说的效果不好，观众没人乐，我们叫泥泥啊，所以他去到这个泥星。对对对。那这个接下来您要说相声的，您觉得您这相声是火呀还是泥呀？无论他是火是泥，这个丑媳妇早晚得见公婆。不过我也藏一个小包袱，这个作品里边也有那么一个星球，你们一会儿仔细听听到底在哪儿。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杰冰老师还有方家伟，有请两位。今天啊，第一次在咱们这个舞台上演出啊，不免有些紧张，但是呢，能和小芳一起搭档啊，非常的开心。哎呦，我也很开心。今天看见小芳啊，感觉的很亲切。怎么亲切呢？哎，你看啊，年轻帅气，一表人才。您过奖。我们这岁数就不行了啊，都能当你爷爷了。那确实，这个没毛病。哎，所以说呀，今天能跟这孙子在台上演出啊，老师，兄弟，您这骂街骂的有点突然啊，您这个，您叫我小芳就行，别孙子的。别误会，我只是想突出一下咱们之间这个年龄差啊。对，这个年龄差是大，咱们两个年龄差这么大。那么我经历的事情多，那阅历呢自然就比你广，知识面呢自然就比你深。不是，您这有点自卖自夸了。哎，是您是岁数比我大，咱不否认啊。阅历比我广。但这个知识学问您真不一定比我强。你这年纪轻轻的，你能有什么学问？我学问大了，不信是吗？老师，哎，不信没关系啊，现场咱们俩比试比试。可以啊，我跟您切叉切叉。哎呦我天哪，就您这学问，那叫切磋切磋。我看看您能不能听出来，知道吗？啊，切磋切磋。哎，咱俩呀，捧着各位观众朋友的面，来玩一回文字游戏。什么游戏？叫八大吉祥。哦，那你这样啊，把这游戏规则给我说说啊。我说一说规则。八大吉祥就是咱呐说那么八个字。八个字。天桃林海灯莲香八，这八个字。当然了，时间关系，这八个字咱不能都说了，咱得跳着说。跳着说。哎，这都不用你教，简单是吗？天桃灯海。老师，怎么这么个跳着说是吗？不知道吧？老话说，多跳跳能长个儿。说您都这岁数还记着这话呢？我这不是送给你的吗？哦，您是说我个矮？您是啊，不是说这么跳着说啊，字儿跳着说。哦，八个字不说全了，咱们就说四个字。天海灯香。天海灯香，就这么四个字。规则是什么样的呢？咱呐把一个字拆开了念两个字。然后呢找出两个神仙。这两个神仙之间得有联系。有联系。俩人得说得上话。他们俩是一问一答，谁问谁问谁上哪儿去。最后呢还得回到这个字儿上。哦，行。哎，那你把这游戏规则说一遍。结冰老师啊，您是不是脑子结冰了呀？你这话怎么说？干嘛呢？我白说了是吗？你说的那太复杂，我没听明白。你给我来个言简意赅的。没听明白。哎，对，这样吧，咱爷儿俩直接现场来一回，我给您打个样。那你来了，我行不行啊？头一个字是这个天。听我这个啊，说一大念个天。谁问谁？哪吒问杨戬。问谁？问阴郊哪里去。哪里去？学艺上了天。哦，哎，我这里边知道是什么故事吗？封神。好像封神啊。对呀。哎，我听着以为三国演义呢。您哪儿听出三国来的？您得了，封神魏翔演那个多火呀，都是神仙。听我这个，哎，听您这个，说这个一大是吧？哎，对，说一大念个天，谁问谁？游乐王子问巴啦啦小魔仙，这俩是谁呀？这俩是。没文化。这样，我先不管是谁呀，一大念个天，游乐王子问巴啦啦小魔仙，您跑这写作文来可不行啊。你也没说有字数限制。
关键您这话太水了，您这有点儿。这还水？短点儿，太长了。巴拉拉问小魔仙，这巴拉拉是谁呀、啊？巴拉拉是谁呀、啊？这个土鳖，就巴拉巴拉问小魔仙啊！哎呀，这小魔仙还是东北的，这是。没文化。您哪怕说游乐王子问小魔仙也行。听你的。游乐王子问小魔仙，好啊，别着急、哎，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问题，嗯，您这里边可没神仙呢。听说没听说过巴拉拉咒语？乌拉卡，魔仙变身，乌卡卡，正义之风。法术神仙懂不懂啊你？你是不是被附体了呀你、啊？我这就神仙。我的妈！我看您我都害怕了，我有点。您这词儿记得真熟啊！嗨，那也不成。怎么不成、啊？真当我没看过是吗？游乐王子小魔仙那是电视里的角色，不存在，那都是假的，知道吗？我就不爱听你这，我这假的。假的呀，你那真是吧？我当然真。哪吒和杨戬。是不是？那我问问你，这俩真的，他们俩有身份证吗？今年多大岁数了？到底上没上医保社保？不管他上没上，你说这哪吒将来脑血栓了，他是仨脑袋一块栓啊，还是分着栓？杨戬二郎神三只眼，将来近视眼了去配眼镜去，那脑门子上这眼痣他怎么办？他戴隐形，你管得着管不着啊？这都什么问题呀、啊？这都是我跟你说。这就是神仙，这就神仙。你认不认？你不认不拍了，收工。先等会儿，先等会儿，咱不能耍无赖呀、啊，咱不能。好，我认，行吗？是神仙啊。哎、问谁？问谁啊？嗯，问这阎丽丽哪里去？哪儿去了？魔仙堡玩几天？哎，天落天上了。哦、你别说啊，行，算您蒙上来了。什么叫蒙啊？接下来海，听我这个啊，听我这个。说水美念个海，嗯，谁问谁？妲己问恶来，问谁？问文太师哪里去？去哪儿了？远征去北海。哦，哎，听出来了，听出来了，好像也是封神，还是封神。嗯，听出来了，听您这个，听我这个啊，哎，说这个一大念个天，哎，海哦，一大念个海。水美啊，这水美念个天，海，水美念个海，哦，说对了，不是啊，你还打上瘾了是怎么着？那个打顺手了，这还有顺手的？打顺手了，打顺手了。得了吧，您听好了、啊，哎，我听着，哎，说这个水美念个天，海，好，过乱，您这报复心理太强了，您听着啊，说这个水美念个海，谁问谁？说这个。柯南问灰原哀，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我都没听过。柯南、灰原哀，这是哪门子神仙呢？是二十多不？是二十多啊。啥也不懂，我不懂，您懂，我听您说、啊。您讲讲啊。柯南知道吧？柯南，名侦探柯南。哦，这知道吧？哦，灰原哀知道吗？谁呀、啊？帝丹小学一年级 B 班的学生，少年侦探团成员，原黑衣组织的科学家，你就说这俩人到今年得多大岁数了？哎，还长这么小个儿，你说这能是一般人吗？我的妈呀，您是五六十岁的人吗？您是？你甭管那，记得真清楚，是不是神仙吗？有点牵强，有点牵强。这还牵强？好，行，算是行吗、哎？啊，对。问谁？问谁啊？问小兰哪里去？嗯、哪儿去了？小兰。去喝胖大海，海，不是他喝胖大海干嘛呢？他说这么半天，嗓子渴了，不得喝点胖大海、啊？好，哎呀，您这也就是有点愣凑了，您这老师，哎呀，愣凑啊！你接着来，说上来了啊、哎。下一个字，下一个字是这个灯，灯，听我这个啊，说火丁念个灯，嗯，谁问谁？邓婵玉问土行孙，灯，哎，你这等会儿啊。我虽然头一次听啊，头一次演，但是这我可听出来了。怎么了？你这不在辙上啊！你这个，哼，不在辙上。对呀、啊，对呀、啊，我说这个是不在辙。谁说他也不在辙呀、啊？哎，你让那个《封神》里边那个费翔说出来就在辙了。那就能在辙。他要演那个阴寿啊，网上特火的啊，商务阴雨，这一说就在辙。怎么说？火丁那个灯。邓婵玉问土行孙，
楚雄松，哎，这就在折上了。对了，哎呦我天，得，算你算你在折了。什么叫算呢？哎，问谁啊？嗯，问姜子牙哪里去？哪里去了？求助找燃灯。燃灯是？找燃灯道人。哦，燃灯道人，啊。哎，对了，那听着啊，哎，说火丁，您先，您先等一会儿，先等会儿，先别着急，老师，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啊。嗯，你说。咱能不能说点那个稍微有历史的神仙？俺说的这一兜了一块，这都是知识，这都是知识。好，给你来点有历史的，来点有历史的神仙。不但有历史，还给你来点历史悠久的。哎呦，那太好了。说这个火丁念个灯，谁问谁？威震天问大黄蜂。我都白说了，我都怎么了？威震天，大黄蜂，这有什么历史？这个，这没历史啊？这有历史吗？你不知道吧？我不知道啊。那好办了，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话说几百万年前，有一颗遥远的赛波坦星球，围绕着半人马座 A 星座那转啊。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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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老师，可以了可以了，一顿转。哎呀，有没有历史？对，您这个脑洞转的太大了，您这有点。啊，这就是有历史的神仙，几百万年的历史。好，行，真行啊，行。问谁？问谁啊？问擎天柱哪里去？哪儿去了？他要去闯红灯。闯红灯？擎天柱也没素质，他闯红灯干嘛呀？这擎天柱和威震天都干起来了，他还用等红灯？啊，他也挺讲理的呀。您这就是愣凑。什么叫愣凑？那土行中不比你那强。他学的比我溜索，他学的啊。行，得了，你接着来吧。最后一个字了啊，终于到最后了。听我这最后一个啊，香香说何日念个香？何日？姬发问姬昌，问谁？问商纣王哪里去？哪里去？女娲宫去进香。怎么样？听着，说何日念？打住，不要急，老师。我忍你三回了啊，最后一个字了，咱能不能离这个电视远一点啊？说点好的行不行？好的神仙好吗？好的是不是？对呀，咱跑这录像不能丢人现眼，咱不能。这知识随便拿一个，好的有的是。这里边都是动漫，我发现了。听着，说何日念个香？谁问谁？张思雨问小芳。你看这还有我俩，那没有动漫人物。不对呀，不对呀，没有动漫人物。有我俩什么事儿啊？我俩也不是神仙啊。你俩这快成仙了，怎么我俩要死？你看看，什么叫快成仙了？别误会，不是要死，这是说金论古，说古谈金。咱们拿你们俩暂且比作神仙，这还是抬举我们俩。那必须的，那往后可得句句不理我们这儿的人。听着，哎，我句句都带好。哎，说何日念个香？谁问谁？张思雨问小芳。问谁呀？问裘英俊哪里去？哦，哪儿去了？哪儿去啊？洗澡，擦香香，就这个。好，谢谢，感谢杰正老师，谢谢小芳，感谢两位，谢谢。我们再次请上各位相声演员们，好，再次感谢两位啊！我觉得杰冰老师这个台风特像一老先生，尤其最后您还拍下醒子，这过去我们老相声大会一拍醒子，后台这学徒就出来，费心就出来打钱来了。再次掌声送给杰老师，送给各位演员们，谢谢大家，谢谢。好，观众朋友们，下周二三的晚上9:20，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